隻歌咧，又係一隻名曲《Give Me the Blues》咧，又係唐先生白首裏邊嘅白居易先生所寫嘅《琵琶行》裏邊嘅故事嚟嘅。喺佢欄裏邊咧，就撞到歌娘喎。咁咧，佢就送咗首唐詩三百首裏面嘅《琵琶行》俾佢喎，咁咧佢就錢都唔要喎，歌娘佢陣金俾佢都唔要，咁咧就飾演白居易嘅咧就係再度出場嘅何大幹先生喎，咁飾演歌娘咧你哋知道係邊個啦？係我係啊係啊，多謝你哋有睇場刊又留意我，阿熱烈嘅掌聲歡迎大漢哥。
Thank you.
乜你因何会咧？我
气在旁的客人称呼，色彩男女相逢，原来阁下就是白居易先生、卢客先生词诗一首，以寄今夜的棋逢吧。原来如此，好啊，而当诗社以赠